兄弟们，这个年不白过，压岁单币多的我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上次抽了穷女皮肤，还剩下这么多许愿币，所以茶盲盒继续抽。盲盒，大熊大熊的皮肤喝茶好久了，牛混混的身体，呆萌的大眼睛，还有调皮的表情，简直太可爱了，我好喜欢呀。没错，我一介猛男都被他们给萌到了。那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喜欢熊大多一点还是熊二多一点呢？来，喜欢熊大的扣大，喜欢熊二的扣二。我才不做选择呢，我全都要。好，那咱不多废话，直接开抽，一共250个许愿币。但是刚毅，你可别让我当250啊，第一轮有折扣，我走你。还不错，第四次就抽到了礼花。咱们来看一看左侧奖池，紫色饰品、熊出没眼镜啊，意料之中，不用慌，再来第二轮，这次就需要33许愿币了。不是吧，刚毅？难道这一轮要抽6次吗？这个，你这和包底有啥区别呀？那如果要是直接让我抽到熊出没自选宝箱的话，做梦吧！炸！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大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！左侧奖池1/2的机会，看我直接一发入魂！你看，第二次就直接抽中礼花！哇，这个道，难道还真让玉儿给？冲刚一，逗我玩是吧？刚一，我看你是真饿了，不把我的蛋币吃完，你是不舒服呀你！熊出没皮肤2选1，我选择熊二，它比较可爱一点。哎，那我们在拥有熊二之后，就可以消费400单币，直接购买另一只。不用犹豫，我必须拿下呀！熊二，给你带了蜂蜜回来。熊大，你真好。怎么样，玉儿？熊大、熊二可爱吧？别臭嘚瑟了，让我也去抽一下。视频前的小伙伴们，麻烦大家给视频来个点赞，帮月姐姐增加武器值，我可不要像辉哥一样的保底。 A few inches later， 我来。怎么样呀，玉儿？大保底，超级大保底呀，足足消费了我2000多单币才抽的。辉哥、玉儿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我可在到处找你们呀。我们抽盲盒来着。大家好，俺叫熊二，俺是他哥熊大。好啊，你们竟然不带我玩，还不给我抽皮肤。哎，不是，小镖头你别生气呀。保镖队，你们是保镖队的吗？等会儿我没眼瞎吧，熊大熊二什么时候加入保镖队了？别误会，这只是我们刚获取的皮肤。你是光头强？没错，是我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过年期间，我辛辛苦苦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可是我的老板李老板拖欠工资，不打算给我，并且还搞来一个伐木机器人看守我，不让我回家过年。请你们保镖队一定要帮帮我，带我逃出去。光头强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保镖队了。走，一起去会一会那个伐木机器人。机器人就在我的木屋后面，只要我们走出院子，他就会追上来。切，这还追逐是吧？这个我们可再熟悉不过了。瞧好吧，准备就绪，咱们直接出发。哎哎，灰队长，你们等等我。哎，不可以！哎，别！拿来吧你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拿来吧你！哎，光头强和玉儿呢？灰队长，我们被抓进小黑屋了，你快来救救我们呀！来了来了，咱们先把他们救出来，然后继续往前跑。冲啊！嘿，谁了？Nice， 成功逃离伐木机器人的追击。哦，牛了牛了！你给我等着！光头强，前面就是火车站了，你也可以安心回家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让那什么李老板自己干吧。大哥，你晚了点的吧？这年都要接近尾声了，你咋才想起来回家过年？